重点，运用脸部表情将头上饼干30秒内吃食毕。没错，还不好意思，大一点。哦，这么高，这是因为我发线很高吗？这是。好，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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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三不会挺身，就立定，不立定，吃布丁，吃布丁，被你们抽气了。准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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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习惯。随后，随后，他们两位选手负担互相上下哦。快点啊！最后是快了，快了，最后吃完了，我要坐上去了。然后新娘好像新娘比较厉害。倒了，倒了。哎，我觉得吸管有点困难。对不起啊。好，我可不可以直接吸管拿掉，直接进食？他没有说要吸管吧？没有啊，就是你要把它吃完。时间，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子啊。哇！半老，快点啊，半老，半老，市场可以起来了。哎，我怎么听到狗粮上火热？没事没事，好 ，Go go go， 你要讲爱妻宣言。亲爱的老婆，从今天开始，我只疼你一个人，答应你的事我都会做到，不欺骗你，爱你一辈子。要大声喊我爱你，我爱你，黄之瑜，水哦。你也没有回应，感觉新娘没有感受到你的诚意。新娘没有诚意，隔音太好吗？隔音太好，他有听到吗？应该有听到吧？还是我要用拍语念？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新来。小亮英文。梦。从今日开始，我干啦，听你姐。答应你的代志，我拢会做到。答应你的代志，我拢会做到。无欺骗你，爱你一世人，我爱你，好，加油，加油。妈妈，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之瑜一辈子，然后对她会，会极尽力的去用我一生余力去照顾她这样子。然后未来，我还想说，我也会，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一家人了这样子。未来我也会想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一起的话，可以大家一起可以讨论啊，也可以一起大家未来可以一起快乐，然后大家一起出去这样子，然后那个希望我可以用我
最大的诚心啊，也是这也是我真心，然后去对爸妈好，然后对也是对子瑜好这样。谢谢你们将子瑜交给我这样子。感慨万千，因为养了30年。我是希望说你一定要让他幸福，我就把自己交给你。妈哭了妆会花，不要哭。虽然说我嫁到双家，但是你们永远是我爸妈，我还是会回家找你们拿零用钱。你们一样没有少一个女儿，不用担心。对，到时候要记得给我就好了。啊，就这样。今天是我女儿的大喜日子，30年是由我跟她爸爸妈妈养育抚育，30年后今天的日子。就把这个双手交给了双兰，由你来照顾，由你来呵护他一辈子，两个人要互信互谅，共此幸福美满的家庭。祝你们永逸爱河，健健康康，快乐一辈子。嗯，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致意。在家里你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这一代呢也只有你一个女儿，都是生个儿子，所以呢，你真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宝贝，就像你姑姑讲的，真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姑姑。也希望说你能够承担你姑姑的一个说法，嫁过去以后要孝敬公婆，一定要孝敬公婆，好好的照顾公婆，好好的照顾双安，这是你爸爸对你的一个期待。也希望你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敞开心来，好好的说，好吗？祝福你，真的祝福你，双安，也祝福你，也谢谢你。
honest with you. I'm not in a hurry, so don't give up on me now. Don't worry, I just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I'll take you anywhere.掌声欢迎思雨，还有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来尖叫！有爸爸牵着站上幸福的起点，这个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很高兴，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今天把之意交到你手上。希望你好好爱他，叫好他，孝敬公，尊重长辈，能够相夫教子。谢谢你，我很开心，真的。
刚刚还有自己小朋友啊。Ha ha ha!